我教你一个你的名字，好吧？就是别人不都叫一农农吗？对，我可以教你一句北方话。北京话。北方话。好。你再接下来你再介绍，你就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诺诺。”诺诺。诺诺，这是他们的家乡话，不是北方话。弄一弄，这么的弄吗？不是不是，诺诺，就是你这个农农的另一个爱称。我也教你一个南方话，就是就例如你的名字洋洋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叫你洋洋。洋洋。洋洋。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然后抓一下。洋洋。有时候抓你以后，你可以抓别人。哦。对。那咱们这样吧，按顺序来吧，我先教的你。然后你先来呗，我再来呗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诺诺，陈里诺。我觉得就高级很多。对，一会儿台上介绍就可以这个样子。好，到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我是洋洋。对。诺诺，陈里诺。我觉得我们握个手吧，已经最后一次合作。嗯。哎呀，这个很忙吧？对，因为可能还没有热身，对，需要放纵一下才能，感觉才能抓住这只手。来来来，哎，最后一个，可以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